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12点，终于到了周末，魂环现实置换呢？啊？我看一看，现实置换应该是便宜了吧？这没看出来呀？你看周六日置换现实将应该已经开始了，看邮件，活动预告，哦，周末特惠即将开始，开启时间为0点，好的，已经开始了呀，已经开始了。然后刚才收了一些这个魂盒，还行，来领取一下，领取一下。晚上12点快没有人了是吧？没关系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，然后录出精彩的视频让他们能看到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先不要把这个换成凤凰，我们现在先说一下我们要针对这个武汉怎么样针对它，就是我们的输出不比它差，但是呢我们的熊没有它的熊肉，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重力屏障卸了，让我的肉的东西啊比它肉，而我输出又不低，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很爽。来，我们先试试魂环置换，看一下你的熊的这个重力屏障9.9万年哦，只需要2个，原本需要8个的材料，哇哦，刚开播就200多人，很夸张是吧？那还不是因为咱准时啊是吧？这里我们要换一个重力增强，就指望着我的熊，哎，哇，今天这个运气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我一来一发重地，我的妈妈呀，哦，刚才是这个，来替换一下，然后重力增强是吧？替换完，哎。这是有 bug， 这应该是有 bug 出现，替换完对吧？然后我们要去点一下这个天赋啊，熊的天赋我们找一找，重力增强有没有？野性狂怒硬皮不是，是防野怪的恢复星河，不动冥王恢复效果提升，这个其实拉满拉满拉满啊，没什么升的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打三把试一试。现在我们先走武汉，是要扣分的呀，来这儿切磋一下，来这儿切磋一下，不要去那个排行榜切磋，不要熬夜，熬夜找不到女朋友。哎呀，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只要能做到这个，不愁找不到女朋友。你想，我现在12点也好，还是晚上4点半也好，看这个熊是不是一下肉很多？后排只要不死，这熊的替换就很值。熊盖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，别禁疗了，别禁疗。他平时回血，一下子回血回多一点呀，可惜，可惜，还是可惜呀。我们现在熊应该肉了很多很多，但是，我们想想，再打一两把吧，毕竟说了3局啊，一样扣分。哇，真的是会扣分，没关系啊，扣了分更好切磋是吧？你看他这个分数那么高，就是因为咱非常的努力的去向他请教问题是吧？来，重力屏障存在的情况下，这个熊应该是肉了很多很多的，而且他的凤凰是第二，熊是第三，他是熊应该没有我这个熊有那么大的这个资源啊，人家都一套幻彩唐门了是吧？那他哪来那么多资源？这儿赶快回血啊，各位。在忙什么呢？我凤凰竟然变蛋了，这儿又平死，我只是杀了他一个凤凰，他的凤凰也在这扛，哎呀就很烦，他相当于是有三个肉，这个呢也就相当于他这个肉凤。好，我再起来，他的锤子是在这附近，是在这儿啊，不对，这是熊，完了，哎呀他这个有点问题，阵容搁置倒不一定，我现在是觉得这个熊应该一下子肉了很多，可能还是他的凤凰扛了很多伤害，他没有把他的熊打死，然后把他凤凰打死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先把他这个锤子打死？实在不行，搞得我怒发冲天，对吧？直接换了个猫去干他，那个猫偷他的后排，他受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想想啊，重力增强，没有一个敌方单位提升10.62的伤害减免，还有这个攻击伤害加成啊，这伤害加成其实没什么用。我们再想想啊，转攻为首，其实都是好魂环，都是好魂环。为什么提升130的技能减伤？我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本身有一个，金刚不坏，它是生命值低于30的时候立刻恢复50%的最大生命。我这个东西很容易受到这个禁疗的影响，这个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影响。它能够把我打到30血以下的时候，它就触发了那个禁疗，然后刚好这个金刚不坏，那时候这样回血就回不上去，所以这个特别恶心。然后我现在想再试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想法，就是。把自然赐福卸下，这儿少了130的技能减伤，但是能让他早点回血回上去也行。熊少了皮套之后，熊可没有少，待会儿给你看一下啊。这是转攻为首，其实他有点输出的。这里你看一下，你刚刚没仔细看，这里有皮套之后的，别担心。中期我就想起来了，现在稳定发育，我想着到时候要不换一个肉凤，先等等再考虑吧。来，我们再切磋切磋。哦，换掉天青龙。让他肉起来也不是不行，其实我们这个换凤凰，我就打算给他这个天青龙，因为这个凤凰它会被攻击，
这个天星龙能够触发，而且天星龙 是一个不肉的魂环，这个熊能够更肉一些，我是这么个想法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熊，哇，一下子把我这个打出单来了，但是这个熊还是没扛住，刚才差了一点输出，我的凤凰的输出是爆表的，但可惜这塔已经在这儿暴露出来了，然后又变蛋，然后又出来，哎呀可惜这锤子打得好痛啊。来我们看一下输出对比啊，不换锤子干不过是吧，这凤凰先死了，输出没有他高，这塔还有了输出，这个熊没有任何的输出，只要是熊先死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肉起来，这个熊扛伤就扛不住，我感觉一定是得要把天星龙换下来的，就是刚才转攻为守没有换对吧，天星龙扔了，这个红衣星的天星龙也是真的醉了。来来，天星龙这个加点属性吗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魂环，都不适合上天星龙，等一等，我们今天可能很可能要搞一个肉凤出来，先等等啊，搞个肉凤至少我能打赢一个对吧，复工换鸟，好的好的。有人说气力快没信心了，没关系，咱们背后有气力老板是吧，只要大家都给咱们直播间开开粉丝团点点关注对吧，这关注数量一上来老板一开心大手一挥，好，这10万预算立马批下来对吧，哈哈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熊应该是更柔一些了，就是看他这个净疗到30%血的时候，但是血量能不能回上去，然后我的凤凰是在哪儿，在背后乱跑，他现在是在偷摊后排呀，这个凤凰有点想法的，只要这熊能扛住，但是你看他的金刚不坏没有回血，金刚不坏没有回血，他的金刚不坏哦，现在又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现在我赢了，我应该赢了，因为他的净疗已经过去了，他回血回上来了，虽然死了一个塔，但是对面的熊也死了。接着我们的凤凰又去哪儿了，还是在背后偷他屁股，但是哎呀这一次血没有打掉，可惜了，如果我这个塔能够肉一些对吧，再耽误一些他的时间，我这个凤凰输出就有机会，这个塔的话其实现在来说作用不大，这里差一点把这个武汉偷了，哎呀还是有机会的啊，兄弟们你可以告诉我前期选什么最强，没有问题，可能是我放太近了，我放远一点看一下啊，有时候就是需要重启一下才会好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我们今天转一下凤凰，首先要去商城买个东西，我们要搞一个肉凤，来直接去这里面找一个武魂转换，武魂转换卡一个要38，没问题，有人说对面一个自然就能克制我，但是你看我刚那个凤凰突到他们后排去，他不能每个人都放一个这个自然对吧，反正凤凰的输出是有的，他的锤子是纯输出的，那我凤凰也是纯输出的，他的我打他应该还是很轻松的，来转换吧，我今天也不多想，直接开，只有转换才能挽救新中国的但当然这个可能不适合，不是很好，我们可能说错话了，哎，反正只能这样才能挽救我们自己啊，先等等，要保证魂环必要空间充足就可以了，然后天赋神念这些都会重置，他锤子肯定带了千钧，千钧就是能够有那个净疗效果，他特别的克制我的熊，我觉得其实我的熊可以转老虎，因为我的金刚不坏没有一点用处，对于他来说是这样子的，主播为什么不玩锤子，因为别人已经玩了，我如果要照猫画虎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就是太没有想法了，玩游戏就是要有些自己的想法才有意思，幻彩魂骨第二天就整满了呀，兄弟你小瞧我了呀，好现在可以转换了，转换之后要重新登录，哇现在怎么有1000个人，哇1009个人，哈太夸张了吧，如果我们换双凤我们打猫是非常轻松的，那个猫不可能说是杀我主凤杀2次，只要待会儿我们稍微试一下就行了，之前打这个丁香差不多是我劣势28开，这个凤的魂环我们今天得要稍微多研究一下，这些魂环我都没有搞，我的天哪，天青龙来一个，我们先搞6个基础魂环啊，武魂外显解锁了，因为我长得帅才看我的天哪，来海神祝福，这个其实是可以给草的，因为草的生存压力不大，但是凤凰待会儿会直面他们的输出，所以我这个先随便丢一个啊，我们换回来，我们以后争取让他稍微肉一些，这个其实借力打力虽然能偷取目标一些攻击，但是他偷的是熊的，偷熊的攻击其实没什么用，我原先想的是偷这个锤子的攻击，那刚好锤子爆发力就下降一大截，所以是这么一个想法，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打得到，置换就好了，哦置换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差点忘了，谢谢你的提醒啊，来先把6个先换上去，死亡印记的话也没有肉，我想想这个东西啊，先换一个3星死亡印记，不是永恒之创，死亡印记也想换啊，这皮糙肉厚其实不适合他，这皮糙肉厚是我刚才随便上的，换一个死亡印记让他来多做一些辅助的作用，但是呢这个神之化身也许升到3星更好一些，剩下不屈意志最好也升到3星，保证他的肉，这个罗刹还是必须得要的对不对，第三个复工为啥不换3号位，这个主塔其实和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，因为我们武器和魂骨都拉满了，所以差距不大，都一样的，只是主塔我更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塔真正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解控制加血量，就是这些事情，然后扶塔的话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无所谓了，这里我们再找魂环啊，我先考虑考虑对吧，不屈意志咱必须要，神圣化身也必须要，
换牛或者熊，这有人在弹幕里说之后应该是有活动的，可以把这个熊换成牛或者泰坦啊，他们都要比这个熊还要肉。啊，这个东西啊叫做武魂，这么五个东西都叫做武魂，我们武魂里面是没有这个泰坦，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天气牛蟒啊，没有这两个东西啊，那两个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属于那个坐骑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笑死我了。但是啊，勇气可嘉啊，勇气可嘉啊，没什么坏事啊，这个很好的。然后腐蚀之刃，其实我也想用它加一点这个输出，因为它和凤凰打的是一个啊。哎，这么想的话，它草和凤凰打的不一定是一个，但是这个凤凰和这个凤凰打的是一个哎。武魂有泰坦吗？啊，都更新到这次，好，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是我学识浅薄，我的天，赶紧来个天罗地网来演示一下，牛没有啊、哦？有泰坦啊、哦？我啥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的天，哪里有地缝让我钻一下？哈哈哈哈，这里啊、生命之种必须要来，然后再来一个神圣化身，你别告诉我没有，没有的话我就崩溃了，别吧，转攻为守，不行，修罗狂怒的话，他其实没有太大输出啊。这上输出就修斗了。说到持续伤害，持续伤害的话，其实元素星河其实现在能上，因为没有别的选项了。皮套后来一个凤凰和锤子哪个好啊？如果我建议的话，就是用凤凰，凤凰还是很厉害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看着瞧。现在我没有办法，没有这个立场去说服你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正在被一个锤子暴揍，但是哎，感觉今天还是得要被暴揍啊，因为这个家伙，哎，我想想，我们的肉凤。我们这肉凤其实打点输出不过分呀，这打力可以上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这个凤凰到底是要肉呢，还是要输出呢？这其实是个问题。这剩下，哎呀，魂环多了，因为它如果是打锤子的话，它在这里放那么多肉魂环，基本上没什么用。本身凤凰涅槃自己就可以复活，不会那么太担心这生存。那个锤子它也打不到后排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事情是，如果是猫的话，我上这几个垃圾的武魂其实也没什么用。但是问题在于我的神圣化身怎么没有？真的一个神圣化身都没有啊！今天我好像是刚刚给神圣化身升了级，我醉了！这生存魂环能开一个神圣化身吗？好像是可以开一个的，难受难受。半肉半输出，好的好的。然后我是在想啊，倘若我们能够打赢这个武汉。哎，因为这个凤凰的缘故，无论是增加了输出，还是说是担了一下伤害，让我的主凤把他锤子打死了，对吧？但是他都可以做一个变换，是什么？就是不是就可以，把他那个凤凰变成猫？我觉得如果他到时候我是双凤，他把这个他的凤凰变成这个猫，先偷一下我屁股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就会很难受，我是有这么一个担忧的。不过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试着瞧，不是不会有进步，不是的话会一直被揍，只有变革才能拯救自己啊。好。这里我们有五次机会，是不是？次数与达成线，来一个神圣化身。哎，神圣化身刚死，关注一下吧，待会去揍一揍。然后凤凰得要下一个魂环，下一个魂环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哪几个它的限定呢，对吧？我们已经说了，就是必须的是凤凰涅槃，然后来个凤凰火线增加输出，而且会有这个燃烧状态。之后你们说要一个嗜血凤凰，能够恢复一下生命，对吧？那就不要凤凰哮天机了。哎，不能这样吧？我觉得必须要一个凤凰哮天机，他嗜血的话，就是人家不打他，他嗜血没有用，人家打他，他肯定很快就要复活，对吧？这毕竟是一个不太肉的肉凤，是不是这么个情况？我知道置换好了，但是我是在想要置换哪几个魂环。这里我们要这六个里面我们要选三个魂环，凤凰火线是需要的，他搭配这些全都可以。凤凰哮天机我觉得是必须要，然后浴火凤凰提高伤害其实不是那么重要。其实是不是可以想，我要个凤凰火线，要个哮天机，再要个嗜血凤凰，保证他肉。邪火炙烤加输出其实没什么用啊，它是啊使目标增伤15%，哇，这个是感觉是很需要的，能够像是为我的主凤加上第十一个魂环，对吧？给他加了一个什么、那个魂环叫啥？刚才见到的我就忘了。哎，就像是这个腐蚀之刃一样，提高他受到伤害，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他提高输出啊。禁疗的嗜血凤凰没有用啊、哦？不，禁疗凤凰没有用的话，其实这么说，这个嗜血凤凰。如果是一些 AOE 的伤害砸到它上面，比如说砸了剩个半血，剩个三分之一血，这个是有用的。但是呢，也别太担心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塔其实能够给一些回复的。不过没有了双塔之后，回复量就减低的。复活天枪可以打两个目标也不重要，它输出很低很低，我估计只有我主凤的五分之一，可以忽略不计。上这个封印天翔再多个20%，那也就是五分之一乘以1.2，哎，那就是五分之1.2，对吧？没多大区别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个嗜血凤凰，来个哮天机，来个火线？啊，不对，火线我都不想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造成燃烧时附带虚弱效果，但是你必须要
能够燃烧上呀。你如果不燃烧，这个炙烤就没有用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要这个火线，要硝烟机，还要个邪火炙烤，就要这三个。嗜血的话，实在不行我们再换嘛。硝烟机我觉得，和嗜血可以换，但是硝烟机更好。然后我们今天先开始转吧，魂环置换转起来，感觉只能复活一次。其实打猫的话，复活一次就足够。然后这里魂环置换，我们需要多买点这个异魂魔石，兑换一些。有时候没必要再复活这个。如果是猫偷我屁股的话，你是怎么看呢？对吧，猫偷了一下然后还会再偷一下。我的主角凤凰今天打赢丁香花是因为复活了三次才打赢了。如果说我的这个副的这个凤凰它能够死两次，那我的主凤就一定能杀死这个猫。我有个想法，今天是不是要把这个熊给换了？这个熊的要换。我看这白虎啊，白虎金刚变，强制一个单位与己方战斗期间提高这个防御持续8秒。哇靠，15秒提高8秒，很肉很肉也可以。然后添加护盾，这个护盾不是禁疗哦，这个不是禁疗，吸收伤害的100%，上限为自身最大生命值的21，这个打他那个锤子是很合适啊，我感觉是这样子。浣熊荣誉不够是吧？没关系，明天后天啊，我们再努努力，打打工是吧？好，我们先换这个凤，先不说废话了，这里1、2、3、4没有问题，七宝神光，先来一个凤凰涅槃，哇，根本不够。这个必备魂环，它置换消耗的就特别的贵，但是五选一就还行。白虎浴血术，其实白虎不能只有三星啊，就是我们即便是要考虑今天要转虎也不行，因为它星期太低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还是白虎浴血术。老虎有输出其实哎没什么用的，哎呀，这就用完了吗？金刚不快来了，不对，我们要凤凰的，抱歉，我们要凤凰的。换熊之后我就有后悔了，然后再换回来是吧？主要是要针对他啊，这个七宝神光也太贵了吧！你换一个，这有问题啊！你这个，我刚才赚的全都还回去了，奶奶的，金刚不坏，我不想换了，我靠，我全身出冷汗，买50个，应该没有50个吧？我的天，今天会换这个魂环，就这50个，我们先换别的，还是先换他吧。蓝鹰囚笼，我偷你那个大爷！先换少的，然后最后卡在这儿，那更是死路一条。还是金刚不坏，我是得罪你了吗？我是，我的天，我干你！什么垃圾游戏浴血术涅槃啊！你妹！我干！好了，结束了，今天结束了，各位，我们睡一觉再来吧，没有荣誉了。这在整卵子啥？现在啥也不是。这我有珠子是吧？我有珠子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花钱也解决不了事情。来，随便换。这个是盾的话是1200年，哎，只用一个呀。白虎不要，白虎我白啥呢？我要一个项链机。商城有，商城有啥？商城能卖荣誉吗？请问，项链机来一个。这一下子全花光了，我的天！哦，选猴子和牛出的概率会高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各位好，我已经出了。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搞一些骚操作，其实差的不多了。哎，兄弟们，我们差的不多。这管他的，悬赏手里拿出来用了。我已经笑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其实很开心。哎，至少咱们这个节目效果是有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听图图一句劝，节目效果是有的，所以别太担心，别太难过。上车可以买，6块钱。哦，好的，啥时候上车可以买了？哇，6.6亿！现在怎么输出是6.6亿了？一下子多了很多。今天我7点多打的时候是5.2亿，就是打的那个 boss 的第一下是5.2亿，现在怎么是6.6亿了？不清楚。你们说买礼包是吧？生成礼包？你说是这种吗？这个早买完了，我每天都清空的，别小瞧我。然后这边是没有荣誉的，对吧？但是咱这儿有东西，这儿有800荣誉，哎 ，nice。800荣誉就够了吧，差不多，学长留着，好的。其实一般来说啊，我的水友都特别的着急，哎，都是觉得哇，能用的赶快用，对吧？哪怕以后能拿出更好的东西，那和他没有关系，他等不得了，他就急不可耐的那种。凤凰双都好啊，是吧？好的，来，我感觉小田鸡马上就要来了，哎，荣誉，哎，这还有100荣誉，哎，赚了，来，生辰兑换，再兑换个18个，好像可以兑换18个，嗯。哦，没有开，抱歉。这个荣誉得要开一下，这肠子先吃一下吧。
哎，这个荣誉去哪儿了？等我找找。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请各位见谅。难道是到邮件里了吗？我刚800荣誉呢，在邮件里。啊，特惠礼包奖励也是在这儿。好的，好的。这给一个带薪的，带薪的，哎，两个没有给。那个神圣，哎，有点惨。说实在的，再来购买，我们少买点吧，一次10个，买多了我觉得这系统就会挖坑。这里我们置换设置一下，那一个这个，剩下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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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谁谁谁，我就无所谓，好吧，豁出去了，只要这个凤凰琉璃塔来一个，哎，这个没见过的就不用管了，人剑合一，哎，说的就是自己吧，我的天，你这个游戏人剑合一了，哎，飞羽流，哎，这个有毒吧？怎么剑意澎湃？这两个都是这两个呀？好好好，不要这个剑斗罗，然后还有个啥？是这个吧？我去，就不要选热门的英雄，要选这种，或者是选锤子，也许会好一些。我靠，选的都是什么垃圾东西？这出的概率真的可以千钧避雷啊！这千钧避雷也会有，哎，向天气来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向天气来了，哎。还行还行，目眩神迷，这是要一个，不要这个，我要邪火炙烤，对吧？来来来，邪火炙烤，猴子和牛，其实我不知道谁是谁，所以没有办法帮你。邪火炙烤，来一个，蓄势重锤，不行不行，这里只剩6个了呀，各位不够了呀，除非我是天选之人。大哥，你看不出来我需要的是凤凰的材料吗？我先选一个这个吧，这个幻之空间，哎，哎，各位。这里有问题啊，这两个兑换的都是邪火炙烤，方火线那个500年的它没有，它的都是高级的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要兑换一个就可以了，只要能出一个邪火炙烤，浴火凤凰，啊，先存一个好吧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幻之空间也是2星的搞了，邪火炙烤来了，可以了，保存，好，没什么事了。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魂环给分解了，要不要分？就这里的涅槃一定要，这里的笑莲机一定要。差一个火线，火线是为了能够打出这个燃烧，增加这个邪火炙烤触发的概率。至于浴火凤凰，它增伤的，但是增伤的也不怕，因为这套伤害也有，也足。这儿皮糙肉厚，其实要啊，两星的好，两星的好。这个我不要了，这个我不要了。邪火炙烤来一个，天选之子来了是吧？哎，这凤凰其实不肉的，兄弟们。然后这儿天赋还没有点，我们先点天赋啊。这宗门怎么383？先清一下。我，哦，有人充那么多68吗？我这要换掉很亏是吧？好的好的，还站起来了，站立都掉了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过1.4亿？不清楚。来，天赋填满，我们先去试一试，拉出来溜一溜。这个凤凰明显不够肉。刚才有人说，是不是这个浴火凤凰可以换一下，换成邪火炙烤是吧？也不对，是换成风翼天翔。这个风翼天翔对目标造成380的技能伤害，是主动技对吧？火线也是主动技，之后啸天技也是主动技。哎，我明白了。我这主凤其实要是笑莲机换成风翼天翔，输出会高很多，甚至秒他那个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因为这个是对五角色造成150的伤害，这个是一个造成380，直接把他熊给秒了。但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复活就太难了。这儿不要换，我不会换，我只是说你不能既得熊掌又得鱼是吧？来，先打打看一看呗，对吧？就这样，别动。好的好的，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个伤害应该会高一点，帮助主凤伤害提高。要看着这两个凤凰都在打同一个人才行。都在打他的魂师三，都在打他的这个熊啊，这个熊还是很难打死，他的后排根本突不了。但我的熊能起来吗？哎，这个伤害，哎呀，血量又满了。要是我有个禁疗，我就教你做人了。可惜我熊要死，你看这个禁疗直接把我禁死了，打他没有任何作用。会玩人都不带封一天翔，好的好的。这儿我真的很遗憾，这儿看一下，起来啊，这个把锤子杀了可以吗？起来的时候这个凤凰复活，哎呀，这个凤凰让稍微能扛一下。然后主凤就把他锤子打死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这个凤凰你看他没有伤害的，没有伤害，但是这个熊还有伤害。打熊的话还是要靠好点水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换一个猫啊？先偷一个这个，或者偷一个凤凰都行，其实可以偷一偷的，问题不大。稍等啊，哎，我再试一把好吧？天天被揍，现在主要是我这个凤凰的魂环现在一塌糊涂，3阶我才能打过他是吧？有可能这两个凤凰打魂师三，揍死他！他这锤子是在这儿啊，在这儿打我的二名。我的二名是不是应该带个隐身啊？我现在觉得，哎，他的锤子可惜，哇，一下子就，我一下子就把我的熊给秒了，我终于也把他的熊给秒了，不容易啊！这个肉凤让他打我的主凤，别死，肉凤起来，扛一下，扛一下，好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然后再复活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不太行，这儿有点难啊，这个凤凰应该是复活了4-5次吧，
还能再复活吗？复活了六七次了吧？这也太阴霸了，这还能复活？你们谁数了？这应该复活了八九次，这个凤凰输出都上来了，因为复活太多次了。然后这个凤凰也是一直输出，牛掰了，我们就拉了呀，啥都做不了，我们现在就躺着吗？哎，来去找这个丁香花发泄一下吧，找他狠狠的发泄一下。这个双凤很克制这个猫，肉凤带一个火焰，我现在这个肉凤没有肉度啊，肉不起来。看他这个猫先偷我的主凤，然后主凤要死了呀，哎，先偷的是太子。然后我主凤死了，然后开始打他这个猫，他这猫没有隐身了，锤他，锤他呀！哎，怎么我这主凤又死了？我主凤死了两次，那我运气不好还打不过他，那么坑爹的吗？一个闪破甲制裁锤子，这能打赢他，但是他为什么把我的主凤杀了两次？我没有想明白。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凤凰换成猫的话，首先他这个输出肯定不够，然后他去打这丁香。那我凤凰还是会被偷，就直接死了。他这个猫肯定不如他的猫厉害，所以我这个换猫的话肯定是不行的。然后这个换猫的话打武汉也打不过，那还是因为输出不够。这个丁香我想再试两把，我感觉是会有输的可能的。今天说换老虎什么的都没有任何作用了，我的熊确实被他这个锤子克制的铁铁的，这儿直接把他后排给撸了，我的天。然后这个塔没有死，他打这个小凤凰没有关系，他这个隐身已经结束了。这个凤凰能不能换一个目标呀？这凤凰已经开始复活起来，杀这个丁香啊，对吧？这丁香就一次血死了。这个双凤确实挺克制这个猫的，前提是我这个凤凰要再肉一点就好了。我换锤子其实打不过人家的，首先人家早就换这个锤子了，对吧？他的魂环调教的就比我要调教的好，这第一。其次他是有这个三阶武魂的，如果我们跟着别人屁股后面，我们就只能吃亏。换个三炮，煮蓝鹰草，你们想法很多啊，但是现在没得东西了，我们只能换双凤揍一揍那谁。剩下的这个凤凰怎么样把他这个输出提高一点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我这儿想一想啊，这升星可以给他升一个吗？不屈意志就是这个塔的，这皮操感觉没什么用。笑莲机可以来升一个吗？笑莲机和浴火凤凰，这个升三星其实只消耗材料无所谓，我给你升了吧。来，回护盾不要了，三星还是要提早升，汉元机不要了，蛇骨剑不要啊，好，先升三星。这还有谁没有升三星的？通通给我升了，恃强凌弱，蛇骨剑，对吧？生命之种，强化一下，强化一下，这些太垃圾了，都没有1600年，这个也是，这个1900年，先升到3000，升星升星，三星的，玻璃大炮不要了，浴火没用是吧？问题不大，角斗士不要了，好，还差一个生命之种。他打的这个东西我想想啊，是不是把这个换回来会好一些？其实草应该是和他们打的是一致的目标，我这里这个凤凰刚才就那么一个垃圾魂环都能打出那么多输出来，证明这个伤害其实潜在伤害还是可以的。赌魂圣是吧？魂圣赌了已经失败了，除非你给我两个这个魂圣的魂核，否则你就不要比了，一直在这儿吹嘘自己赌魂圣赌赢了。我想再看一看，接下来要看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主凤的这个魂力，他是不是很快就用完了，用完一个再接一个，看一下他回这个魂力的速度。盯着大明，就这个气力网络在这儿，魂力满了直接放，然后魂力又满了啊，怎么定住了？这怎么定住了？为什么我这个定住了？怎么被晕那么长时间？哦，应该是他那个熊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他的那个熊的那什么天津龙，导致我这个凤凰速度攻速比较快，攻击了六次之后直接被定了。我靠，这天青龙也很恶心啊！主凤带一个神圣化身效果会好一些。等我想想，现在就感觉这个熊不够肉，难受啊！熊我想再换一下那个啥试一下，哦，是给凤凰了，去吧。这个天青龙没有用，他就是一下子就死了，没啥用，不如永魂之创呢。有人说双凤直接爆发输出，也有很多人说肉凤，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半肉，我很难去抉择，抱歉。而且现有的魂环根本不够作为支撑，做不了尝试的兄弟。这我刚才发现我的凤凰一直没有再输出，差不多有三四秒都在那儿发呆。等一等，他有进粮我没有进粮，所以我输出哪怕比他高都没有用。这凤凰沉睡机，好，看着看着，然后他这里就呆住了，二三，然后就死了。他发呆了三秒钟，应该就是那个什么魂环导致的，这塔直接死了。现在打的是魂师三，他一直都在打这熊，这熊一直死不了。
是没有用啊，他怎么样能够让他去打这个锤子，不要让他打这个熊，这两个都是前排，凭什么你每次打的都是这个熊？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蠢的凤凰。我们可以试试下两个魂环给这个凤凰，对吧？像是我们昨天一样输出的魔晶王要留着，绝罗刹留着，剩下的我们换一些肉魂环试一试看一看。但是打他肉魂环没什么用，主要是能够早点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。熊自带嘲讽，我熊自带嘲讽，然后呢？嘲讽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这个熊有嘲讽，所以我直接去打他的熊了。我靠！我靠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十个内的敌方都会攻击自己，还有反弹伤害。有人说主峰带个不屈，不屈为什么有用呢？你能和我说一说吗？乘胜追击是使用魂技之后加这个攻击的，还不如上个修罗狂怒呢。神话生态一个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呵。但是带神圣有什么用？这个凤凰还是会很快就死，他和这个锤子一v一绝对杀不死他，不许有韧性啊！提高防御和伤害减免，没有韧性啊！他是受到暴击或者幸运击时添加负面状态免疫效果。好的好的，他的禁疗不算负面状态吗？他禁疗不算负面状态吗？我透了，这个神圣化身回血回的不够多是不是？幻之空间增伤，这个加血，聚宝之力加血啊，这个十秒钟才能加一次。这个塔一开始前十秒钟加血加的是比较多的，两个塔之前都是前十五秒都给的就是这个熊凤凰加血，所以这个熊没有死。免疫眩晕的话，我的凤凰不是被打，你知道吧？不需一直必须要受到暴击或者幸运击，我的凤凰一直在 A 那个熊，对吧？一直一直 A 那个熊，他没有被任何人打，他只是会接受到一些 AOE 的伤害，那凭什么会触发这个不屈意志？一定不会触发的，所以这个负面状态免疫是没有用的。然后反过来说，这天津龙我被击晕 1.5 秒，他也被击晕 1.5 秒才对，但是我为什么被晕了3秒钟，就很奇怪。琉璃碎奶量低，就一个就别带了。琉璃碎还有别的作用呀，它是哦造成伤害，好的好的，降低所有治疗类技能的 CD 和治疗量。这个其实降低治疗量我没有懂，为什么是降低自己的治疗量，还是降低对方的治疗量，还是降低全场的治疗量？说白了是真身差距，不是？我说白了不是真身差距，它只是一个二阶的锤子，一样是揍我的。问题就在于我的凤凰没有禁疗，他的锤子有禁疗，我的凤凰输出哪怕比他高，但是他回血就回得很猛，他的金刚破坏就能触发，我金刚破坏就触发不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真身够了也一样被揍，这锤子就是克制这个凤凰，因为锤子能克制这个熊的回血，所以能克制这个凤凰。我换这个肉凤其实只能打打这个丁香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感觉还是要给这个熊去升星，只有给熊升星才有作用。这金光破坏升到这儿其实没啥用，应该多升一升这个重力增强。有时候把塔的攻击魂环全部给第二个凤凰，我们来看一下塔有哪个攻击魂环。它有乘胜追击是的，生灵之力是的，但是也是可以考虑啊，可以考虑，哎，确实可以考虑啊。这里我觉得甚至可以把那个谁都给他，永恒之创可以来一个吗？要不接力吧，这个生命这种感觉必须要替换下来。稍等稍等稍等，凤凰的这个神圣化身就别秀逗了，还是要输出高一点。永恒来一个，好，这里面哦，这里有生命之创，火线是导火索，输出很大，火线的输出有目共睹，但是今天输不了。熄火炙烤，他这个也不是就差那么点输出就把对面的熊打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如果我就差一点点输出，那个熊就是差一点点血量，那我就可以把这换火线。现在火线也不是最重要的，现在我先调魂环，腐蚀之刃我不要了，这一星的实在是太拉了。正胜来一个，圣灵其实也是可以要的，这生命这种为什么可以替换？这个闪的还要替换，没道理啊。有只撞不要了，生命来一个，抚慰香衣是可以给熊，但是禁疗好像没有那么可怕，也许这个换一个抚慰香衣会肉不少，我们待会试一试。待会儿这里面能换符合相依的，我觉得这个金刚破坏甚至都可以换了。符合相依其实可以换这个天青龙，但是这样的话天青龙就浪费了，他换双熊了，牛掰！别担心别担心，因为他就想着熊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嘛，对吧？先等等，有人又偷来了一些情报，先等等啊，他可能是太害怕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其实没有那么强，这接力三星给他吧。那他现在接头他不就胜之不武了？我看一眼啊，他换了两个熊，那其实真的是很菜的做法呀。第二凤凰要凤凰火线，好的好的，待会我们去兑换一个凤凰火线，遂了您的愿，好吧。现在打的是他的第四个，哦，
不对，第二个熊好像是，我的熊要肉起来，对吧？肉起来，我靠，他应该是什么天赋啊都没有点，我们现在是胜之不武。哎，不过胜之不武也无所谓了，确实这个锤子是很克制我的，他这锤子没了，我两个凤凰，他把我主的打了也没有关系。哎，我这个凤凰输出呀，大哥啊，我主凤直接死了，他不是还有次复活吗？这我都没打过，这才秀逗了呀。你说第一个凤凰不要带火线，第一个凤凰不带火线吗？现在我们就想双如何发挥出这个双凤的最大输出。有人说第一个不要火线，第一个要一个什么？要个天翔吗？就不要一火凤凰了是不是？技能伤害提高15，这个好像一般。熊的转攻为手是加技能减伤的，加很多很多。这我想想啊，刚才没有看那个凤凰的输出，是我的败笔。防火线有人说不要，它是385的技能伤害。哎，另外一个凤凰的魂环是叫啥？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浴火凤凰拆了呀？我想怎么样弄啊？主天翔加天赋复火线是我想要做的。这个要弄天翔的话，我现在一个都没有。我搞一个天翔其实是很菜的。烽火线现在可以直接拆下来给他，对吧？复活火线可以换天翔吗？火线可以换天翔，但是我荣誉真的不够了。来，我试一试观众们的说法呀。这高级置换我是没有的，对吧？要三个，他刚打没有打过我，正常的。我刚差点打过他，其实是正常的。但是现在我是想着能想办法把他的熊给秒了。因为他的后排我现在已经彻底秒不掉了，就是分一个泰坦之锤没了，150的荣誉不在了。无论他是双熊也好单熊也好，我都是要按照这样的做法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对不住了，悬赏打起来。有人说狂热和成圣不能在一起，不清楚是为什么。好，给了一个两星回合还不赖。 OK， 有人说狂热给负的凤凰，这个理解好像超出了我的范围。有人说狂热和成圣不要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使用攻击和技能都会造成360的伤害呀，有效果不能叠加啊。这个不一定啊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战斗界面，每次放完魂技有可能是出现这个狂热，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乘胜追击，但是这两个好像不会一起出来那个字，但是他们实际上应该是一起触发的，我是这样认为。但是我们到时候可以试试把狂热给这个凤，先别着急，现在我是想要去兑换一下，我们还有三次机会，九个。这个天翔可以的，你看1130的伤害，这个才是385，这就是为什么想换这个天翔。霸王枪运气好点吧兄弟，玄武之力我透，这荣誉是真的烦人。然后人家开始主凤凰，他主凤凰是为了打那个那学院，咱不理他，我要单体把他熊给秒了，别着急啊。人家换了凤凰，他的凤凰也是三阶凤凰是吧？其实我是手，哎，很垃圾，凤凰火线换不得是吧？直接开三个法阵，哎，垃圾，我试一试吧，无所谓，实在不行咱就再多挨几天揍呗。我就想知道这个单体能不能把他秒了，如果他照着我的凤翼天翔来的话，我的熊其实也扛不住，是不是？我们最后吃三次吧。哦，直接出来了，来来来，直接出来了，试一下这个伤害，试一下这个伤害，天赋也要稍微改一下。这里我们先不把这个狂热放过去啊。然后有人说火线要给他，这样能增加一点燃烧伤害吧。这些我只考两星的，换一个火线。我想想，这个火线算了，我们先不要，我先把天赋看一下。凤凰的天赋凤翼天翔是在哪儿？有人说换浴火是吧？这个还要再换一遍，然后这个待会儿天赋还要再换。有人说我不要这个浴火了，我不要这个凤凰的浴火是吧？但他提高技能伤害好像看起来还行。浴火换火线是什么个道理我不知道，我要打了才知道。我们先打打看吧，火线必备的是吧？这我多研究研究，今天可能就是个死结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看他这个熊打他伤害高不高，能给他秒到半血吗？他后排是生存无忧了，哎，好像还行，还行。他主凤，主凤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熊是可以打死的，没关系。哎，我凤死了。要不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两个凤凰的输出对比啊？他这凤凰输出肯定比我们高。有人说凤凰带啥肉啊？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输出的魂环，只能这样啊。如果是换凤凰的话，那我们很好揍他，只要搞搞事情就可以了。稍等，他都打不死我这熊。这天赋没有换，换了一下这个天赋的话，我主凤伤害会更高一些。但是我现在想看一下这个凤凰伤害是，现在这个凤凰伤害那么脆吗？我这个熊一直在扛。其实这里他这样搞的话，天青龙给肉凤就可以了，把自然赐福给熊就牛掰了。换一个天青龙，这个自然赐福降低远程伤害，降低27，非常厉害的。我们先稍微调一下吧，今天就下播了。今天我们再怎么调，这个资源不够多，给主凤来一个皮糙我不要，好吧？
我要试一下。不屈意志还是要的，永恒之创也许可以考虑把这里的狂热拿过去吗？我感觉这狂热很重要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的凤凰，这个凤凰是太脆了吗？好像直接被一个 AOE 给打死了。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一下呢？最好来个神圣化身给我的凤凰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神圣化身，现在这个是问题。然后这里面 哪个比较肉，这个其实三个肉魂环，这个也没有神圣化身，好难啊。比如说怒火中烧给那个凤凰是吧，神圣化身我没有啊，兄弟们，我是都合了，今天刚好合了，没有弹药了，我就只有两个神圣化身吗？三个，一共是三个神圣化身，我其实就只要挡一个 AOE。 这里是我换一下试试吧，让他来个生命之种都行，带个腐蚀吧。好，魂环不是问题，真是问题，那我们周日再直播吧。狂热的话是有技能加成的，城市追击没有技能加成，所以我打算把它先换一下，换一个神圣。这城市追击给这个塔的话其实不是很好，它加完血之后才加这个攻击就不好，还不如生灵之力呢。要不这样吧，城圣我们还是要的，只给他一个垃圾城圣，把这里的狂热换下来，给这个凤凰换了永恒之创，让这个凤凰伤害高一些，换个耗电锤封对面熊的治疗，对吧，再用他的办法打败他，其实是可以的。但是到时候他又会换这个锤子，看现在这个凤凰能不能扛得住吧。主凤不能死，刚才就是主凤先死了，所以伤害没有了，他现在还在调，没有稳定。我们现在切磋其实打赢了也不算什么英雄啊，各位，胜不骄败不馁，他真是厉害的，还不是打不死我这个熊，打不死我这个熊，我后排只要不死不就没有问题吗？血量血量加回来，然后我双凤打他这个熊还是能干掉的吧。我靠，干了这个熊，哎，但我草死了。好的，这儿怎么说呢，哎，又是这个结局吗？凤凰的话我的熊的重力增强就白换了呀，他不需要那么弱，他需要帮队友扛一扛，如果我刚才这个凤凰没有那么容易死，对面的凤凰就死了，但是还可以再调，熊不需要那么弱，把这个肉魂环给这个凤凰。稍等，我的塔现在奶不动了，人家三阶我非要拿二阶去打，我没有和他对战的任何资格吗？我想请问你，这里神圣化身对吧，这个可以放自然赐福，其实降低27的伤害是可以的，来27的伤害还是这个三星的好，我不确定啊，凤凰是不是能回血，回血的话能多回一点，用这个的话我想想，换一下，换一个三星的给他，然后这个熊再去一个，再去一个自然赐福，我不需要他肉了，来个复活相依好了，现在给这个凤凰肉一些，这个凤凰的话我不要圣灵了，有一个不屈，再来一个自然赐福，现在打他唯一的担心就是我的主凤会死，只要主凤不死就没有问题，看我的真身也没有用，你看我的屁股都没有用，现在打他应该是问题不大了。凤凰天翔天赋没有点， 我待会儿点一下吧，如果现在都能打赢的话那待会儿肯定也能打赢。他的 AOE 竟然把我两个凤凰都打死了，我靠，凤凰又死了，我他的这个我的主凤死三次了，他的这个 AOE 可以的，我熊得要替队友扛伤呀，我打不过他，我主凤又复活，这里我打过了，但纯粹是运气，这真身三阶，哎，没得办法，没得办法，各位，我这凤凰输出其实也不怎么低，但是这个凤凰输出好低啊，三阶就区别那么大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各位没有办法了，我们这儿是哪怕增加这个输出也没有用，因为他的凤凰现在直接就能干死我，除非我这个凤凰再上两个肉魂环，但是那样的话他这个输出就极大的减少了，人家50个小号怎么比是吧？好了，这儿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，下来之后我自己把这个天赋调一下，天赋我到时候重置一下就好了，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做了。现在双凤的话打丁香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，就这样就够了，神界丁香比较爱来，武汉不太爱来，我就帮队友打打这个神界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火线不能换代，我再研究研究吧，现在我在研究没有这个直播的效果，我觉得也耽误大家时间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1:30了好吧，可以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再来，哎，关注明天晚上请早，一阶二阶都是加属性点，三阶是真身的质的飞跃。好的好的，说点我不知道的怎么样。